退役啊，他只是退出国家队。但是现在还是在役的。这板弧线压得很低，走得非常。这球刘嘉良第一球啊，是被晃了一下，没接到球，但可以找洪双喜这个验货啊，没有问题的，保证正品。来转，好，刘嘉良发球，勾手，周云，还好，世界冠军。原来八一队的队员，这板第二板跟得很快啊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他们高水平的对决啊，都是中台的这种相持。我如果太近的话，稍微近一点啊。两个落点啊，这个周瑜的衔接啊，世界冠军打周宇反而是零九 C， 原来是打到了衣服上了。这板还是落点错。旋转，看来没太适应。我今天爆枪了，你可以的。
Jialiang 锁反手直啊！招牌的反手抱甩。Jialiang现在是做特价的是蓝神，有些蓝神你要蓝神。好，说这个器材啊。老六五张纸。好轻啊！赚，我还希望周瑜赢。加球款。对。这班周瑜是算。在我直播间说不雅词，白短。我说这两个，所以说，所以现在做了一些尽快调整去翻盘的。都会讲话碎语，对他们这种，对他们这种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。反手释放，加两发球。做了两个落点的进攻，那个去让给人家，而且这个比分也很关键。开始啊，把自己的反手更加释放了出来。38号链接，李宁的那个国服。反手远台反穿的美津浓，小胖这次打视频赛穿的是美津浓。这把反手的制动发力啊，这刘嘉良调动的也很快啊。在中台清没有一套啊，落点对何老师在的，我们上午刚打完。
周宇是打蝴蝶的，不是银河的。这把灰。这把周宇反手劈了这个和尚那个立的。还是你要蓝是没有二点二，白的。1-1。感谢浩哥啊！这番是发的，这番摆高了啊！相对一些省队啊，一些选手可能质量没有那么高。这般有点擦网，我刚才没有反应，精力啊体力啊都需要调整。系统都是很正常的，但是人家曾经拿过的那些荣誉，终于收。恭喜刘嘉良，周宇十侧只反拉15，恭喜刘嘉良3-2战胜了周宇。